来回味之间，花世界变万花，实在不简单。很久的运动充满智慧意义，一上一落之间，速度力度配合身心的锻炼，高高低低起有别永恒的定律，转呀转呀转不停，绽放生命火光，一团火燃烧心火，烧掉心中那迷惑，熊熊热火是能量，千岁百炼金刚，要经过错过，一团火燃烧心火，冲破障碍不怯懦，思想不息成长，要突破青春岁月，由我来掌握。消息啊，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呢。是这样，接下来该怎么做应该知道了吧？也许退出才是我对你们最大的帮助。挫折只会让成功更有意义。你连舞动火力是什么还不知道？别难过，一切都是浮云。哎，在那儿找我们什么事儿？就是啊，我们还要练球呢。我这里有一个计划，可以拯救小白。什么计划？什么小白？就说你们加不加入吧。小白，你怎么回来的？小兔子带市场来了，你不会要吃吧？去，想什么呢？啊，怎么能说那么残酷的话呢？我们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？林队，那您这是？哎，我是来给他找吃的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喂他什么他都不吃。哎呀，这好办呀，师傅，里面有饲料。小声点。什么饲料？我这里是给人吃饭的地方，不养牲口。哎，这什么？这是唐正军的兔子。我知道是兔子。这么大个人了，还玩这个？小时候的毛病到现在不改。你现在是领导了，啊？看见带毛的就想摸，摸了就想养，养又养不活，你出息呀你！这不是来找您吗？您办法多呀。一玩意儿的，哎，贺马，把厨房的火给我关了。你们干嘛？这是一次拯救行动，拯救的对象就在那个笼子里。哦，郭东寻死觅活，就是为了那兔子。毛线，人家主仆情深，就是生死不离，不离不弃。行了行了，别啰嗦了，赶紧拿了就走吧。哎，慢，你们现在拿了，回头领队到宿舍一搜，还是要没收的。那怎么办？看来还得我河马亲自出手，才能成功。哎，你们记住啊。郭东欠我一个人情，你们以后督促他帮我入队。奇怪，喂他什么都不吃。谁看见你会有胃口啊？师傅，这还得您露一手。吃了吃了。
做的菜，谁不爱吃啊？你看那吃相，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。大舅，这不好比吧？师傅，这事可难办了。什么难办啊？师傅，您想啊，这小兔子准是您做的菜，还要新鲜。唐勇队偏偏身居要职，每天队里那么多事要做，难道每次他吃饭的时候都要麻烦唐勇队把他笼子拿到食堂来？这倒是个问题啊。这没事儿，我多跑几趟就行了。胡闹！你是领导，每天提了个笼子，成何体统啊？再给人家看见，说你玩物丧志，影响不是很坏吗？唐勇队，师傅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把他留在食堂，这样方便饮食起居。平时唐勇队想他了，就来看一眼，很方便，至少不用提笼子了。你不行，食堂里养这个不讲卫生。再说了，遇上检查的我说不清楚啊。就是，听说马上卫生大检查就要开始。啊，有办法了，可以把他交给基因队队员代养。代养，代养，越扯越火星了。那不等于我把兔子还给他们了吗？师傅，你想啊，队员们每天来食堂吃饭，把剩的饭菜带回去，既节约粮食，又可以饲养小动物，对咱们食堂卫生也没有什么害处。嗯，这个主意不错，不过不知道队员们愿不愿意呀？大舅，这不合适吧？我们太乐意了，乐意乐意，相当乐意。我们都很乐意为唐领队代养宠物。哎，唐领队，我们会照顾好他的。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师傅。哎，我看这个办法很好，交给你们，我也放心。你们拿去吧。哎，孩子们有爱心，这要支持吗？赶紧拿走吧。谢谢王大爷，谢谢唐领队。唐领队，再见。老王，干嘛？摘菜去。知道了，师傅。阴谋，大阴谋！杨帆，队员们现在的技术能打几分？除了个别的，几乎都不及格。我真的很担心，再这样练下去，时间会成为最大的问题。没别的办法，就是苦练。当初我们火龙队也是这么练的。但是，你不是说上次没有成功吗？教练不支持，你觉得会成功吗？可协会很快就要来考察新项目，我担心这样下去。杨帆，理事长这一次重新让你加入精英队，就是希望你能够帮助精英队把新项目完成。如果失败了，就没有机会了。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成功。我相信会成功的。但是，主教练这一次要是能支持一下，就更好了。还是不要指望他了。他不出来阻挠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我看，我们应该加紧练习，用一次成功的表演来说服主教练。杨帆，我们只有主动出击，才能够建立大家的信心，才能够用事实来证明舞动火力这个项目是正确的。好吧，也只能这样了。我说小白，你就老老实实的交代了啊！你是怎么回来的？是不是有人帮了你？一定是他别的同伴救了他。去去去，你以为我这儿说童话故事啊？别跟防贼一样，有必要吗？这可说不好。就是，冤枉别人连声对不起都没有。你的要求也太高了嘛！公子哥从小什么都有，他就是没有对不起。没错，妈妈没教好。你说什么？
小白回来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简直就是传奇呀！行了行了，你别啰嗦了，郭东，给。你这是？咦，怎么还有一只啊？你这从哪弄的？克隆的吧？我一回来，它就在箱子里面。就是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别瞎猜了。郭东那只是我买的。小白被没收，是因为我。我应该赔偿给你。既然他们帮你把小白拿回来了，正好凑成一对儿，算你赚到了。不好意思，请你拿回去。我送给别人的东西，从来不拿回来。不过赵浩南，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要再提起我妈妈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他威胁我，别怕，有我呢。这种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尊重。提妈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我刚才给我妈妈打了电话呢。队长，那这个怎么办？明天我去市场卖了他。胜利在望，哥们，香吗？香，香极了。又成功试验出一道新菜呀、啊，茄子蛋花芝麻糊。哎，你戴个口罩怎么闻得到、啊？来，你看看，是不是很家乡啊？家乡，家乡。大舅，您放过我吧，我这协会那边还有事儿，我先去忙我。哎，也不在乎这点时间，尝一碗再走啊，大舅。尝就算了吧，这当然要尝了，尝一碗再走。来，别，大舅，这河马不是担任您的烹饪顾问吗？他尝了说行就行。哎呀，人家早就尝过了，你说啊，十分美味。溜须拍马，你说什么？啊，我说刷子一把，十分利索。没错，人家还说了，主动去通知队员们都来尝鲜呢。你说人家小小的年纪，多机灵。想的就是周到，你说你啊，你就不想着替我去宣传宣传？对呀，我怎么就不帮你去宣传宣传呢？我这就去，大舅，我这就去帮您宣传。哎呀，这可真是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。别看他现在当了领导，他妈早就说过了，没多大出息，俩字儿，笨。杨帆怎么还没来？现在时间紧迫，十天就要给教练做一次汇报，怕时间来不及。我看，想靠这种办法打动主教练，不那么容易。那我们只能尽力了。哎，对了，杨帆昨天跟你谈的怎么样？有信心了吗？郭瑞，这不只是信心的问题。小姐。我为你带来一个特训老师。老师？拜师就免了。只要你能乖乖的跟我学，我安迪还是会尽一个老师的义务。杨帆，你们开什么玩笑？不开玩笑。以后我会配合安迪一起来训练你，在这十天里对你进行全方位的强化训练。姚姐，我发现你一开始就没搞清楚状况，你根本就是对街舞抱着抵触的情绪，就像抵触我安迪一样。请问这样你怎么能对街舞产生感情呢？没有感情，他怎么又能练好街舞？练不好街舞，他怎么又能……等等，谁说让你来教我练舞了？再说，我有必要一定要对你和街舞有感情吗？莫名其妙。小姐，这你看你看什么态度？我好心当做驴肝肺。安迪，行了，杨帆，
我可是听你的才来教他。负责，谁愿意教一个武？我还莫名其妙呢。走了，安迪。小范，你怎么找安迪来帮忙？他只会越帮越忙。不，我不这么认为。我认识姚杰时间不长，但我很清楚他的为人。他做事很严肃，心思很细致，要求很高，什么方面都要力求完美，但这样会经常给自己制造压力。对，他是这样的人。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找安迪呢？安迪是有点散漫，玩世不恭，但人各有所长。他的性格无拘无束，天生的自由自在，和姚杰正好反差。你是希望他们性格互补？是的，安迪所具备的自由性格，这是正是姚杰所缺少的。而街舞的灵魂恰恰就在于自由，自由地展示自己，自由地突破自己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唤醒姚杰身上街舞的灵魂。嗯，安迪也许不会讲什么大道理，而且经常口无遮拦，他的歪理总是一套一套的。但你不能否认，他的性格还是很有感染力的，他是剑走偏锋的类型，练新项目应该会有一套。经你这么一说，倒是这么回事。可是姚杰他……没关系，我去说服姚杰，我想他冷静下来还是会理解的。好吧，我也会协助你的。嗯。什么？您申请缩短训练时间是为了安排悠悠球理论课？罗兰教练，不要小看悠悠球理论。悠悠球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运动，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，选手会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就像盲人摸象一样，一叶障目，没知识很可怕的。那练武和训练？普及悠悠球知识功在未来，这也是我作为精英队领队的使命所在，而且必须马上开始。队员们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悠悠讲坛。今天由我给大家主讲第一课。好，我们首先阐述一下悠悠球的历史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哎，年轻，别玩了。安迪，上课听什么音乐？赵浩南，醒醒，你们还有没有点课堂纪律啊？就是多安静点。你来干什么？出去，这是精英队理论课课堂，你来瞎凑什么热闹？这里不是普及优球最佳平台吗？普及就谁都可以参加呀。对，欢迎父母。安静，竟敢扰乱课堂秩序，你还有没有点师道尊严啊？我现在责令你马上离开理论课教室，千万别让我在食堂以外再见到你，岂有此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继续上课。刚才我说到哪儿了？大家看这个图，通过这个图我们可以知道500年前人们是怎么使用悠悠球。一定要混进课堂，只要混进课堂，这里正式舞队就进了你，想赶我出来，门也没有。金弟，教练，队员们实在太累了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金弟现在怎么样？在宿舍休息，应该没事了。这怎么得了？万一被协会知道了，
协会要是知道，由我承担责任。教练，这不是谁承担责任的事儿。我认为这样的日程安排不合理。那你说怎么安排合理？首先，我觉得应该减少训练时间，让队员们好好调整一下。首先，训练大纲的内容不能更改，那就只能取消理论课了。什么？这怎么行？理论课是万万不能取消的。我建议减少练武时间。不行，协会的审查迫在眉睫，现在正是关键时刻。看来咱们三方都不想让步啊。那只有一个办法，放假。什么？还放假？磨刀不误砍柴工嘛，我们给队员放两天假，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，恢复了体力，对训练和上课都会有帮助的。要是再出现队员晕倒的事儿，我们都是要负责任的，而且也对不起这些队员呢。一天，就一天，同意的举手。好，三票通过。后天是星期日，放假一天。谁？灿烂一天出发，心中许下的承诺，大家一生也信守，蓝天之下的约定。天大地大，各不同的路，你和我要踏上成长的旅途，漫长路上感到孤独，请你相信我，抬头看看天空，深深呼吸，怀抱着信念。白的云，蓝的天，风雨过后会重现。不管分开多远，共鸣心声在耳边。白的云，蓝的天，梦想终于会实现，在同一天空下纵横地平线。白的云，蓝的天，风雨过后会重现。不管分开多远，共鸣心声在耳边。白的云，蓝的天，梦想终于会实现，在同一天空下纵横地平线，并肩向前。